喂，喂，嗨，嗨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在干嘛呢？我在上公演呢。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你让我想想。快点讲。你先说吧。我有点词穷。你想我吗？你说啥？我没听清。没事儿。我想你。你打电话安慰。我想你，奶瓶。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对不起，奶瓶。李淑琴。啊？你是大笨蛋吗？对不起，奶瓶。写信吗？我要。还有那个，我以前做的不太对。以后我会保护你的。对不起。那，你不要骗人。我不会。我也有想跟你说的。你不用害怕。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，我也会相信你的。我以后会好好的，不让你哭了，好吗？答应他。啊！报应！尊重祝福。真的，感觉像看的电视剧大结局了一样。好，那奶瓶，你要陪小琴好好长大哦。谢谢。那好。